那给我吃掉好了。不这么多，我给它吃掉了。你看，没有，没有了怎么办？还有爸爸，爸爸帮你留着的。你慢慢吃啊，慢慢吃不大口。你看，你怎么全部吃掉了啦？吼！你等一下先吃点别的，你再吃。其他菜都还没有吃几口，就把海带吃光了。他是第一次吃海带吗？有点忘记。要有吃啦。那你学校有吃海带吗？嗯，有。有啊、哦。那学校海带好不好吃？嘴巴都是海带，讲不出话来。你找什么？哎，找什么？找什么？哎什么？长长的耳朵。这个嘞，红色的，红色的。